王耿呢？他这个混蛋在哪儿？他敢不敢跟我交手？你说，他敢不敢？不敢，不敢，我们都不敢跟你交手。算你识相，跟我交手，你都死定了。对，这还差不多。向你的手下全部投降。 把武器都扔了。是，是。老爷，你说何稳这点，可别走火。没喝醉。没醉。江长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玩的可够疯狂的！说废话，把门打开！快，快！不许动！让他们让开！ 你小子不是好。
好干活，想什么没事啊？这种好事能轮到你吗？快点想。绳子捆起来更好玩。回来。太君，太君，加藤太君。逃跑了，我们还没说，你现在来干什么？我让他没忍住，滚！你去准备吧。来来来，大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去，快点！是是。是谁？是你？大姐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警务组长，你干什么？小小的武工队都对付不了，你们特战队不配赢得尊重。都别动。都放下。叔叔，情报组长为什么要杀加藤？是他先拔的刀。加藤，怎么回事？少佐，他侮辱你，还侮辱特战队。你刚才干的那些龌龊的事儿，你怎么没说呢？你无知羞耻的东西！把衣服穿好。最瞧不起我们这些公狗一样的臭男人。青木组长，是不是曾经被男人伤害过？混蛋！青木组长，加藤一看就是喝多了，他以下犯上实属不该，我一定会严加管教。不过，你已经教训他了。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。福田，带苗月走。不行，苗月是我抓到的，在晋都抓的所有俘虏。
想怎么样？我需要用这个女人让王亮崩溃。你利用别人的女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觉得可耻吗？当然可耻，不过我不在乎，我就是要利用这个女人让王亮愤怒、绝望、暴躁、冲动，这些作用在一起就能毁掉一个人的理性，那么王亮离被抓就不远了。卑鄙！你和王亮之间的恩怨我不管，他是我亲手抓到的，我必须亲手处置他。很遗憾，这里是特战队，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。佳腾，把苗月带走。快！再往前走一步，他就得死。薛木组长，你为何对敌人如此的仁慈？我必须带他走。那，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要求的，我就成全。薛木组长，你确定要为了敌人而大动干戈吗？你说过，早晚要让我见识你的刀法，我看现在是时候，咱们赌一把，谁赢，苗月归谁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刀法还不如加藤的话，我看你还是算了，省得丢人现眼。不过，特战队嘛，也只不过是花花架子。八个。多么拙劣的激将法！不过，当着我这么多士兵的面，我必须要为特战队的荣誉而战。我赢了，苗月留下，铃木将军的安全工作，一切都要听我的调度。你家堵住了，好。如果你输了，苗月归我，你交出指挥权。一切行动听我指挥。干什么的？曹司部长做的鱼汤，让我来给你们送一锅。哟，上来吧。我看，你还是换把好刀吧。不用，你用的也是短刀，这样很公平。刀剑无眼，你小心点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将军好，将军。一个是特战队队长，一个是黑衣组组长，竟然兴兵相搏，灰头土脸，成何体统？将军，对不起。
怎么回事？如实向将军汇报。将军，坂本的手下要强奸我的女俘虏。大胆！一点点小事，竟扰人你们大打出手。你们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明天的任务？要不要我对你们军法通吃？对不起，将军。 天津，现在吃饭吧。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一起吃饭的。何必死守规矩？将军都已经来了，没什么好戏可看了，来先吃饭吧。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来吧。来，你尝尝。啊，胖死了，但是很鲜美哦。 是我们后厨管理不好，可能是晾晒东西的锅被风刮掉了。我去叫去他们。滚！滚！再过20分钟，我要向总部汇报。 关，开门。哨子说不准任何人。是。是。是。走。走。
要跟我来一次光明正大的对决。就这样，漂亮的话是说给别人听，我做事儿一向不择手段，只求结果。而现在，我要的结果就是杀了。哨兵怎么一动不动？又在偷懒吧？山田，山田，去看看。漏洞百出，还好将军已经到达司令部，不用管，让他们自己去处理。出去，不喊你，不许进来。是。太君，太君，武工队来了，武工队在那边。哥哥，来。武工队。太君。什么情况？太君，武工队，武工队进来了，在什么地方？这吧，在那儿呢，李成，你看，在那儿。我猜，是你的战友来救你的吧？但是外面的爆炸声已经出卖了你，真是够笨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武工队在哪儿？你们有什么刺杀行动？说。你也太可笑了，你简直就是笨得无可救药，你怎么能想象我会投降呢？你是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别动！王亮，把枪放下。放下。枪踢过来。
出去！小鬼子！王亮就走了，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要问你，我本来是可以抓住他们，可是特战队的司务长帮他们逃走。果然有内奸。既然你有所察觉，但为何放人？好了，不要再纠缠苗月的事了。安门，你现在就去黄岛山庄。消除一切安全隐患。嗨，秦牧，你就不要去了，你另有安排。嗨，总是让他多留一些兵力看守，明月就不会逃走了。留的兵力绰绰有余，只要我略加布置，武工队那几个人根本不可能从我的特战队把人救走。难道少佐是故意的？苗月潜入我的特战队里发电报，已经暴露我们的安全漏洞，而我却没有做任何的补救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果正常情况下，那个曹胖子早就该被少佐审查关押了。还有，少佐几乎带走了所有的兵力，这简直就是给武工队留出空间。若是我不明白，少佐不是对王亮恨之入骨吗？为什么会网开一面放走苗月呢？你要注意，我没有网开一面放走苗月，我做的一切都是正常的，最多只能算是疏忽。少佐这么做的目的？我只是想让王亮心无旁骛，明天会去黄岛山庄，这样我才有绝对的机会杀掉他，否则我担心王亮会去救苗月，放弃了黄岛山庄的刺杀行动。刺杀将军和救苗月哪个更重要？那你觉得对我来说，是保护将军和杀王亮哪个更重要？当然是保护将军。不过在我心里，杀王亮仍然是头号。队长回来了！哎，快出来！队长回来了！啊，哎呀，政委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刘月，下回我见那个日本娘们儿，我替你砍了他。政委，鬼子没用刑吧？没有，小鬼子弄死他！快快快，给弄点吃，弄点吃的，快，大快快进去，行。哎，我救的人没人问问我呀？队长，你没事，你先回去休息吧啊！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我要杀掉王亮，少佐，别说了。明天就是决战的时刻，一切都会结束了。这心情啊，鬼子华北五省中佐以上的军官都接到了命令，要他们在明天上午10点之前都赶到黄岛山庄，铃木要在那里主持一个军事会议，
那正好，就在那儿把他弄死得了。王处长，这是谁？这是林木，我在他扔他的时候亲眼看到他了。不去，记住他。林木千里迢迢来主持这个会议啊，一定非常重要。他会不会是要在华北展开新的战略行动？为什么要把人从大西南调到这儿来主持会议？有情报说，冈村宁次要亲自去大西南，那么铃木就有可能接替北方的军事指挥权。这次会议有可能是鬼子北方战略的一个新部署。情报满天飞，既然他接管了，他留下来就行了，干嘛急着要走啊？铃木走不走，现在也不确定，什么时候走也没准儿。现在消息这么多，未必每一条消息都是真的。甭管真假，只要把他给杀了，什么都解决了。狐狸，你去找到黄道山庄以前的主人，给我弄份地图来。你和老张，你俩一块去。好。你去帮我调查一下，明天鬼子开会的名单，从哪里出发，路线是什么，最好查清楚，每只鬼子分别是多少人。好。马处长，这件事我们单干谁都干不成，我们非常需要你们情报处的情报网。单靠军区情报处也不够，我必须向上级求助，这个事就交给我吧。你俩动手。你们去哪儿？去探探路。你跟狐狸准备的都是第二计划，我们的第一计划还是在路上实施刺杀，因为混进黄道山庄实在太难，即便是进去了，很有可能也出不来了。还有什么需要吗？武器、手榴弹、机枪、地雷，越多越好。这都好说，我会尽快通知独立团给你们送过来。人员上需不需要他们支持？不用了，刺杀这活儿人越少越好，打了就跑，人多了反而麻烦。准备吧。哎，注意安全。这条路就是去黄道山庄的必经之路，这地形绝对适合伏击。队长，找好地儿了？找好了，路边有堆大石头，方便隐蔽。明天我就藏那儿了。哎，老徐，你带我过去，我跟你一块儿忙那儿呗。去干嘛去？你跟我下去，把鬼子给引出来。还有，我跟你强调一点，明天你就给我盯死了铃木，不许节外生枝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只要铃木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活着回去。退路找好了吗？找好了，铃木的样子记住了，华成辉都认得。行，再会。找谁呀？大哥。我想见一下郭老爷。郭老爷是想见能就能见的吗？我真有急事，麻烦你通融一下。有急事儿你也不能空着手来呀。不是我想见的，是我兄弟想见的。你兄弟他人呢？我还能有话好好说。中日商会副会长，一个狗汉奸，杀你十回都不多。嘿，两位好汉，你们要多钱呢？我们是武工队，不要钱，要命。两位好汉，请饶命啊！我开这个商会是为做一点生意啊，我是一向多一事不宜少一事啊，那伤天害理事俺没有做。你干没干？心里比谁都清楚。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跟我们合作，饶你一条狗命。那你们想要什么？
黄道山庄是你的家业。那是是是，那三年前我就献给了日本人了，可他们现在做了高级官员的疗养基地。狗屁疗养基地，那不就是给鬼子吃喝嫖赌的吗？是是是。黄道山庄的结构图交出来。你们来晚了，头一波人把它拿走了。少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整个山庄已经被严密包围，外面有三道防线，里面所有屋顶都要设岗，不能放过每个角落。哎，不过如果我们防守太严密，王亮可能就不敢来了。不，不管我们防守的多严密，王亮一定会来。我们的对决就在明天。差不多了，你留一半人继续作业，其他人都带回去。明天还要带将军来黄道山庄呢。嗨。哟西，黄道山庄的防卫果然是滴水不漏。请将军放心，我们一定能保证将军的安全。不，你可不要低估了这帮八路的绝杀信念。嗨，不过我认为决战很可能不用到黄道山庄来。怎么讲？王亮是个聪明人，他一定知道黄道山庄戒备森严，所以我想他肯定把主攻方向放在路上，我可以借此机会全歼他们。我们的对手不仅仅局限于武工队，还有很多潜在的敌人。嗨，你去吧。青木，我要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。请将军吩咐。将军阁下，您的会议文件已经准备好了。呀西，蒙德尼啊，林阁头，你就不用去了，留在司令部，随时保持联系。是。师官学校担任过校长吗？